實踐人道精神其實很簡單，對身邊的人多一份愛，多一份關懷，已經可以減輕他們的痛苦，維護他們的尊嚴。在過去10年，人道年長已經選出了超過50位的得獎人。如果你都欣賞這些無私奉獻、實踐人道精神的人，即刻提名他們參加吧。